温州贵里酒楼厂房一片荒芜，温州人曾经闻贵里色变，依家转行揸的士。早几年做过放数的佢，道出温州地下金融面貌。我们以前到三亚，我们放三亚放一些，放高利贷。到三亚，放高利贷。什么放到三亚？因为那边开赌场，温州的地那时候封的时候全部都是三亚赌场。佢个旧老板着咗草，赚咗人几亿还唔到，放数的都是本地人。现在他们很多粉丝回老家，没在这里。他手下的我没在这里。去翻以前放数佬云集，周围都是名车的万里城，而家已经查封了。他们曾经过醉生梦死的生活，去赌场玩，去酒吧铺。有80%全是温州人，全是温州人，温州人，温州人。而且很多人，反正去那里赌博的人都有点名声名气。他都有挂住他旧老板，因为以前每个月月入12000，但温州已经不得了，他过几个月都会离开。离开的又点指他，在2011年9月，因为高利贷爆破，曾经试过10日内3个老板自杀，不自杀的都走为上着，一间间空荡荡的厂房随着经济爆破而越来越多，经营没有改善，今年逐急剧恶化，这些厂房会继续人去流空。